靚靚仔 OK。砌唔砌？頭髮冇亂真係嘛 ？Sorry， 歪咗啊！我頭髮冇歪到先，冇啊！頭髮正唔正？一陣都亂啦，你打完。唔係啊，而家正唔正 ？OK 啦 ，OK 啦。係咪梳下先？點啊？係咪好有冇失望啊？冇得打流馬車。我諗呢個消息好快消化咗啦。咁啊，多行必易，必招災。啊，咁啊，成日幸災樂禍嘅人咧，就多咗災禍啦。嚇，咁啊，我哋應該知道結果，咁啊，唔好做壞事啦。咁但係失唔失望咧？即係操咗就未必可以打到咁樣，知道暫時未知啦。如果你有意志嘅話，你識得去轉彎嘅話，咁啊，頭先我傾好咗啦，我可以選擇24個選手入邊其中一個。咁中山傾好咗。係傾好咗啦，所以我而家可以打。我任選，咁你咪好着數。啊，當然啦，係嘛？你咪咯，咪咯，你懶手執個熱煎堆。如果你塞翁失馬，焉知非福啊？邊度有好運要唔好運噶嘛？好運同埋唔好運都係自己創造嘅喎。咁你會揀邊個啊？我揀邊個，梗係唔講得啦 ，Sodas。咁錢係咪收多份先？錢收多份，我唔係講錢嘅呢。哦，咁啊，有錢佬的，一定度叔噶，度叔嘅呢，你用腦就得噶啦。我由4位數字加到5位數字，去到6位數字、7位數字。係啊。Oh yes， 證據啊！證據？你想睇證據話可以，冇問題。我去到未來，你就會見到噶啦。第六宇宙之門，所以今日嘅妖講，因為有很多嘅妖氣沖天，影響妖人，令到不可以進行呢場賽事。點解？因為今次打開宇宙之門是對每一個香港人非常之重要，不是我同埋劉馬通的對戰，是我同埋仇恨派、妒忌派、污蔑派、欺凌派的對戰。呢個是宇宙第六同埋第七宇宙嘅戰爭，我向大家宣布，特首佢話呢個大家都知啦，可以收工啦，唔該曬。哦，好，哦，梳頭，收曬收曬啊，梳頭。